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写春联啊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今天呢，我们来金桔园摘果了啊。对了，你都有了啊？上打蛋果了？熟了就摘。金桔的个头呢，是有大也有小的。有没有发现旁边这些都是用这些薄膜来盖住，它就是预防那个金桔被那个霜冻打坏。
今年呢比较干旱，所以说这个金桔的话，个头没有去年那么匀称，也没有那么个头那么大。好了，马云来了，哎，好重啊！其实这个金桔的话，它的周期也是挺长的。你看，这边这一颗还是很生啊。你别看它是生的，它这个也是甜的，甜度也达到了15度以上。看，而且没什么果核。来看一下啊。咱们这个柳州荣安金桔，它的果树都是非常特别的，那根部这里你看很像一个盆景一样。不是所有金桔都叫荣安金桔，我们荣安金桔就是这么特别。几位哦，我叫哦，啊，他妈聪明的啊。又歪了，你看，我是九六，今天呢，我跟村长来到工业饼这边找一个煤气灶，因为公司那边，那些员工呢吃饭都有问题，差一个煤气灶，因为是大锅饭的，我们要买个大一点的锅。嗯，上次老板，这个不是我们之前买那个吗？嗯，充分点了。你说点吗？老板有没有小一点的？380块。有。再来。有没有小一点的这种啊？小，最小那么小了。还有更小一点的吗？没有了。像这个多少钱啊？啊？这个啊？嗯。这350块。350。嗯。有没有少啊？啊，有没有少？少你给多少？没有煤气罐呢？啊？煤气罐呢？煤气罐150。嗯。拿一个锅头过来看一下。对啊。这个好一点吧。嗯。啊。嗯。这个多少？这个。啊。50万几吧。拿这个是一样。啊，东西一样。350，两个一起350。那边呢？杀了50不？十六。你觉得这个好还是那个好？我觉得这个好。哎呀，这个鲜一点，鲜一点。你站这里有电了。你给你风那么细啊？给你风那么细的，你得给别人打电去那个。嗯。微信。装车走人了吗？老板。啊，好了。嗯，好生意啊。嗯，那。嗯，那走啊。好了。锅都不要了。哎呦。给了钱了，你开玩笑？山寨连锅都不要了，回到家。你等一下回到家就背锅了啊！小强，背锅背锅。背你的锅。背锅啥？要背的像个龟公一样的吗？这是龟公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哎，表妹。嗨
我不好意思。来来，上去，先装好那个。村长，现在万事俱备了哦。我要，我还要去弄煤气罐子呢。对。然后呢，就接下来就是该弄吃的了啊。校长，现在下冰雹了吗？你那里比锅还大。先放这里吧啊。